大家好，近日著名画家曹骏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和主持人朱军的合影，原来是朱军受邀来观看曹骏的画展。照片中的朱军身穿黑色长风衣，但领口露出的衬衫却看起来有些发旧，面对镜头朱军看上去甚至有些拘谨，双手贴进裤缝，表情也稍稍僵硬，不得不说岁月已经在他的脸上刻下了痕迹。在画展现场，曹骏对着自己的作品向来宾阐述了自己的创作理念，朱军站在他的身旁，双手抱拳，听得认真仔细。面对自己心水的作品，朱军也是露出轻松的笑容。从侧面看上去，朱军的头发乌黑发亮，与身旁一头银发的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但不得不说，朱军身形有一些发福，面部看起来也略显松弛，就连双下巴也显露出来。其实自从朱军不再在主持的舞台上活跃之后，只能从别处获取他的消息。之前就有书画行晒出了朱军的书法作品，朱军穿一身黑色的运动套装站在自己的作品之前，甚至能够隐约看见他的小肚腩，跟之前做主持人时的光鲜形象还真有些不同。无独有偶，朱军的夫人谭梅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晒出朱军作画的视频，只见朱军拿起画笔在墙上贴的画纸上细致描摹，甚至到了忘我的地步，挥毫泼墨之间一幅大作就呈现在了我们眼前。除了偶尔晒一晒朱军的日常，谭梅这些年来深耕艺术教育，他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参加了古诗手势舞的活动，经常穿着古风服装，带着小演员一起录制古诗词朗诵的视频，视频多以自然景色为背景，小演员的表现也十分自然灵动。有许多家长也很喜欢带着自家小孩对着视频进行学习，看来这些视频已经成为了绝好的古诗学习素材。从路透的种种视频和照片之中可以看出，朱军的退休生活相当休闲滋润，早年在舞台上是优秀的节目主持人，业务能力强，观众缘也好，晚年搞搞自己喜欢的艺术，舞文弄墨，陶冶情操，何尝不是美事一桩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